你干啥呢？浇花呢？嗯，浇花呢。把这头洗洗，洗洗。啊，现在把车水加上，加上水，我们又准备出发了。这回带水走啊，因为这个营地就在附近。哎呀，是一个面朝大海的好营地。来，推下车来，推过去就行了，不用接管了，接管还麻烦不是？准备好了没？好嘞，你推车我控制就行了，这小玩意儿很轻巧。呦呦，都不用我了，我去。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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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停停！哎呦，差点没转过来。倒车，请注意。好嘞，切换。哎，这回不挡车来回走了吗？我们也可以加水了。好，把水管拽过来吧。好，开水。开了吗？看纸，咱们拿纸。开水。开了。是不是打纸了？没有啊。没开。开了。拿着，拿着，拿着。嗯，玲玲拿着，我去看看。这怎么会？那边开了，这边接好了，这边不出水，完还有水。这不可能的事情啊！再检查一下，折没折哈？这个不是《聊斋》了吗？哎呀，所以咱们这房买的就为了加水加充电方便呢。哎呦，这小胖子，快起来，别打懒腰了。那怎么会没有水呢？你开没开呀？我现在开了，有水啊，没水呀。起来，哪块堵住了？这怎么可能没有水呢？起来，你这块堵住了呗？是不是那个皮套进去了？不可能的事情了。看没水哎，为啥呀？那它没水，那边开一下，多开一会儿。有水是吧？有。这阀门坏了，活水阀坏了。哈哈哈哈哈！笑个屁哟！好，修。啊？就这个活水阀坏了哈。那怎么办？修呗，来。这怎么没等出发呢？怎么回事？好了，先放那吧，玲玲，回来吧。拿扳手。扳手。哎，那么全能岛主，我跟你讲，把灯开一下子，卫生间。螺丝刀还是扳手？扳手吧，那螺丝刀这么大东西，你看你能用螺丝刀卸？挨个卸呗，这你怎么整？哪里坏了？热水器坏了。哎，热水器它这是没有进水啊，它这没有进水怎么办？这怎么阀门还能坏呢？我真服了他。嗯，哎，他这房子真的是，先拆这儿吧。有啥水啊？哈，我先找找总阀门在哪儿，被拆开哗一下躺着了。他拿这管堵了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就这阀坏了，这里没有啥堵的东西。怎么回事啊？你把管都拆下来了？嗯。啊。哇，你都想象不到哎。啊。管堵了，这不有水吗？啊，费劲呐，这管怎么会堵呢？那它里面有东西堵住了，可能。这怎么可能呢？这东西怎么可能堵住呢？我真服了，真的活久见呗，这一个管怎么还能堵住呢？拿什么东西通一下？不用通，埋一根是吧？通啥了？你看看我这房门一关啊，我把它关上。你看着啊。哎呦！看啊，哎呦哎呦，看到没，这人就是管堵了。我这阀门怎么可能坏呢？但怎么想没想到它能堵啊。本来我直接拆这儿了，后来把它拆了吧，就拆了，果然它堵了。这个是活久见，兄弟们，这东西从来没遇到过啊，这东西会堵。原来水压小就是它的事儿，原来这水压根本不小哈，嗷嗷的，知道吧？嗯，那就管堵了呗。对，买水管，好，走了，买完水管上上好了。Later， 看买了个加长的，哇，好贵哟、哦！你不先试试吗？这用试吗？搞笑，这东西还能不通呢？万一他卖了你个伪劣产品，你就紧一点哦。我这得收个驴根儿，驴边儿都已经劈了。好，哎，是这样，你看这回。哦吼，哦吼，
哦吼，这回水压我跟你讲绝对大。哇，它这好像是有啊。嗯，留一个，留一个，下回用。旧的就行了。老师，我还那时候都说水压不好，但没想到水压不好是因为管堵了。好，看看水压怎么样啊？怎么不大呀？难道是它的那个堵了？啊，大多了，啊，大了，刚才这个没开，大不少啊，啊，嗯，可以，哇，嘿，这个管儿加长了啊，这一会儿我接水也方便了，长一点，长了点五米，你猜多少钱？15块钱。要有32块大洋哦。那么贵呀？是的哦，来。这个正好接在我这个水管上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嗯，拧紧，再有了吧？你看着听声音是有了，看、有了，有了。好，我去放水，加水，你再不帮我开一下啊。好，好嘞，等会儿啊、来开水，我洗洗头。好，灌水。哇，这就15米管都足够用。我看看，这里有些地方容易打褶。好，可以。下雨吗？不下了。下雨也阻挡不住我那啥的步伐呀。开水。下刀子，我也要出去浪。哎呀，这种小区生活太不适合我了，太无聊了。停一下。对嘛，每次都这样，都插不进去。这个就是接那个另外15米管用的，但是好像一般用不上。来，开水，管洗洗，这就好了，自己在这夹着嘛，这个放起来。OK， 你看我们接水也方便，接电也方便。当时啊，选这套房子当营地啊，就是因为这里停车场多。而且停车场都还没有啥车啊，你现在看看就这一辆车啊，那辆车蓝车也是我们，这辆车也是我们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个停车位，通常啊，这里面除了我们的车，其他的车有个2、3辆都是最多最多的了。有的时候像七月份我们刚来的时候没有其他车，就我们这几辆车。然后它这个楼的后面也有停车场，像这种停车场，哎，就在这楼的后面嘛，也有十个停车位。但是都是老年人在这住，基本都没有车，有车的都是那个就是平常8、9月份过来玩的有车啊，等他们走了彻底就没有车了。小区里喜欢这个小区，人少安静，妥妥的。我们把车挂上，这边加着水，咱们车挂上就可以出发了。哎，这倒车技术无敌了。好嘞，哎呦我去，水又没了咋的？有啊，这小细管太细了。大家买管的时候千万不要买这么细的，略微粗一点的，这加水太费时间。这是我第一辆车的时候买的，它也没坏，所以没舍得换，但确实是太细了。车都挂完了，水还没加完。好了，关水。哎呦呦，满了，快关水。好了，妈，这青菜呀、青菜你不好好放着。来，帮我开个门来，玲玲。哎呦，这管儿，哎，扶一下，管儿开了。把这管儿啊放到这里，哎，这管儿细是不占地方，但是太细了。来，完嘞，关上。OK。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。
天马行空的生涯，你的心了无牵挂，穿过幽暗的岁月。到了，看看我们今天的注射地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这我捡到啥了？这是，哎呦我去，小铲子啊！一会儿我们可以挖掉，挖出身上的垃圾。一会儿我们海滩上的垃圾捡一捡啊，捡完了自己看着也舒服。哎呀，捡一兜，多了不捡。这回车我们这样停，这样停好处是，你看，打开窗户啊，这个客厅，海景房，是不是啊？这是厨房，海景房，卧室，海景房，哈哈哈哈。看看岛主喜怒不形于色这个表情，这种注射地岛主最喜欢的。我跟你讲，这个萌萌的皮卡太给力了，像这种地方，如果开我那个 B 型车，打死我都不敢进来，你知道吗？他这个你低速低四一挂，低速四驱一挂，妥妥的。走这种地方如入无人之境啊，万马这个军中啊。啊，敢取敌人首级如探囊取物，妥妥的。我这又干哪儿去了？干到这个《三国演义》去了。这说的不是常山赵子龙吗？好了，废话少叙，摘钩，摘钩完了，我们今天就安家在这儿了。